位 Now News 今日新闻的读者们，大家好。最近在 Now News 的手机版，也就是 n.nownews.com 上面大幅度的调整。为了因应每日提供超过500则的新闻以及多样化的资讯内容， Now News 特别针对手持行动装置进行了全新的大改版，让我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。首先是功能改版上面，在新版行动式的 Now News 页面中，特别加强了语音、图集、搜寻以及特辑区块。语音新闻同步串联了目前 Now News 的网页版，可以提供最多第一手的独家以及各类的语音专访新闻。在图集的部分，则为了更符合一世代的各类手机、平板，在观看各类新闻图片时，随着照片尺寸的不同，会自动播放，更加便利各种不同手机的平板与大小规格。特辑区块则是让各位读者们更便利地找寻到现在最夯的时事议题，以最快速的引导找到各位所要预览的新闻。而在 interface 上， Now News 特别做了 UI 新视觉设计，让读者们更能够直觉性在色彩做分辨区块的调整。简约式的设计展现出 Now News 年轻化的一面，优质的新闻内容加上最便利的行动新闻，呈现在 Now News 的行动版，透过 3C 科技行动载具迅速呈现在你我面前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随时随地都能看到 Now News 今日新闻。